两百个天使也不符合国家黑主牛个小念，不过某主个国家才是对五年结果好处惊喜。独立青年组织达贡金已经超过80万元，是独立下地主家个上限。农会会主讲，因为底下有滴个修改主个数量是有538万条，代购管理下地修改数量550万条，为滴青年韩国半年为基调加了下多年调歌。减少年头工人，喊家鼓励主奴为家属调歌，安算两年之内为恢复正常的速度。第三种药价四近期，前年以来当年平均价是超过80元。但是今年民众们无买很买药来吃，但头个却唔敢亲自起价。吃的很腻啊，那吃这个比较有胶质，比较好吃。源头涨价，在这里没有涨，还没有涨。就农委会统计，去年同期猪肉价是大约是一公斤75元上下，但是今年15日节过后，本来应该会落回猪价十斤头起，这是引致宽松片土裂得片，国家天时安年，这猪市开始唔上。60公斤以上的猪唔拉5-6万斤，面对猪的价是按贵，或增加休息日来引进。今年的7月跟8月。除了例行性休市以外呢，我们会每个月再增加2天的休市日。那休市日每一个休市日，大概可以减工大概约20000头左右的这个猪源。年节半年底只系前一半普土，到时猪肉的需求量会增加更多。猪二后半年将是在上市，人民猪血位是538万斤，比起全国适合血猪的头数550万斤，已经减少了12万斤。农委会讲，会引进外国靠后血位猪的品种，也是增加配种，按照6年率而增加到550万斤。香港新闻康熙刘文辉台。